现在呢，我刚刚从耳机里听到导播告诉我一个来自前方的最新消息，就是西藏地区在此次地震当中伤亡数字呢又出现了变化，是12人遇难。导播，我再确认一下，有11人受伤，12人遇难，这是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西藏地区受此次地震影响发生的伤亡数字的变化。